来自新加坡的 OBAC 最近引发了争议，有别于 UBAC 需要定点借还车，这款无装饰的这个共享自行车呢，主打可以随地借随地还。为什么在大陆超夯的共享单车来到台湾却是乱象频仍呢？家福告诉我们。共享单车在大陆解决城市交通建设问题，不少上班族靠它抵达办公室的最后一里路。不过在台湾，民众更习惯骑机车，单车则着重在休闲功能。在法规、生活背景不同的情况下，两岸市场其实差很大。哎，你没地方停摩托车是不是？最近可以拖几台一天？200多台。随地借还便随地乱还，无装饰共享单车 OBAC 进军台湾三个多月，乱象百出，这些场景似曾相识。有别于台湾运行多年的 UBAC， 这种随地骑、任意停、高便利性的共享单车在大陆爆红之后，话题不断。前天18台，昨天是差不多10台，今天又是18台，连管理责任心都没有，公司投放市场。自行车骑进河道里，别闹了！清洁员涉水，一边骂一边捞这些被丢弃的共享单车。再看北京的马路上，绵延了500公尺，慢车道变共享单车停车场。更难想象的是，这辆白色轿车被团团包围，车主该怎么把爱车给开走？他是把自己的那个对他的管理转嫁到了社会责任上面，但是他又没有支出相应的成本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企业来承担这个责任。大陆共享单车品牌大约有20个，其中北京、上海呢，单车的数量就已经超过220万辆。两大龙头摩拜跟 OFO 更各自预估，今年的需求呢，都将上看1000万辆，成长速度完全没有放缓，也导致乱象越来越多。共享单车急速走在大街小巷，当然也成为大陆的资本市场最受瞩目和追逐的创业项目。两大巨头小黄车 OFO 数量最多，摩拜紧追在后，他们分别才刚完成7亿和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。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数据，2016年近20家品牌投放了约200万辆共享单车，到2017年投放总量已经超过2000万辆。对岸超夯的共享单车，为什么在台湾却引来骂声连连？大陆因为它有30-40家的这个共享自行车的业者，他们其实追求的是一个规模经济，他们在乎的是投放的数量，而不是在乎后面的管理的品质。上班尖峰时段，台北桥上的机车就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。台湾的机车数量在去年已达1359万辆，这数字凸显的是大多数的台湾人仍然将机车作为主要的代步工具。在台北不止开车停车困难，像这样的机车停车格其实也可以骑单车，不过常常都是像这样停得满满密密麻麻，现在又多了共享单车要来使用，让机车族感觉自己的空间又被压缩了一些。OBAC 虽然有其便利性，但当它的量大到某种程度，不止影响行人通行，也会产生排挤效应。通常都大概花多久时间？花多久？可能10-20分钟都有吧，才找到一个位置。对啊，毕竟车位就那么多嘛。嗯，是。会怕以后会不会花到半小时？对啊，很多现在常常发现很多位置都被占走，被那个 OBAC 停走了。机车停车格本来就够竞争了，现在又有单车来乱。对机车族来说，当然是难以容忍。反观中国大陆，许多城市不准骑机车，所以没有抢地盘的争议，而且人行道还算宽，停自行车、停电瓶车，只要放在停车格内，就没有违规要吃罚单的问题。再加上骑单车对我们来说，更多时候是休闲、是运动，而非通勤或代步，所以自行车停车位本来就不多。其实我们应该用绿色的运具来去取代非环保的运具，这样子的概念。那当然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渡期，所谓的过渡期的话，可能就是像以前我们盖捷运的时候的交通黑暗期。我们就会每天派出至少6班次，那分为早中晚班，早班5班就会分别去把那个违停啊，还有民众举发，还有
市府这边传递过来的需求，我们把它完成。那晚夜间我们就会派出车队去把路上的 O-Bike 整理好。台的 GPS 定位追踪，解决骑完随手丢的违停乱象，但这只是暂时，最根本的还是单车交通的基础建设和法规政策如何补足，只用族群的需求。 TVBS 新闻陈怡仁、黄和婷、于兴汉、高家府台北北京采访报道。